开场白一下啊。Hello， 各位观众。好了，正常一点。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OP Channel， 我是光哥老皮，还有皮弟。嗨嗨，耶呀 ，OK。然后今天我们要还是来玩一下这个 GTA 5、哦、然后昨天晚上我把那个什么车，什么车啊？除螨车是不是？就他们的工业车偷到了。然后现在还是说还要去偷那个东西啊，催眠瓦斯啊，每两小时呢，催眠瓦斯会出现一次。哎，等一下，哎，哈哈，踢到铁板，哇、哦，大叔好强，大叔很强，很强。很强。为什么应该再来都会碾爆？没有啦。好了，那我们加弄台车，然后我们现在先回去好了。先回家。用这台车挡那个、啊。挡什么？就那个什么瓦斯车。没有。为什么有逆向行驶啊？你如果是这游戏里面很快，为什么逆向行驶？不，是它的道路设计。想必打、啊、会开车啊，会不会开车啊，会开车啊，这些都有病啊，接受不了，太久没看那个心理医生，太久没看心理医生，因为他上一集他儿子就是引他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他把他女儿从那个 A 片导演手中救出来这样子，老皮应该当警察，没有啦，我不是当警察料好吗？我天天是个抢匪的料啊，抢匪的料。OK， 好啦，我们现在终于上了轨道，这些人终于正常了，走向这个城市已经入夜了。我们的圣安地列斯，他们可以抢出宝店，我知道啊，我现在要抢啊。然后我看一下地图好了，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下那个瓦斯，是不是？瓦斯在哪边啊？找不到瓦斯哎、欸。准备抢劫这边 ，HS 抢劫 ，HS 是这里吗？不是吧？看一下啊，拉近点看，这里啊，他应该是要准备抢劫的东西吧？那我们不是会切换？这台是一台有摩托车可以，有一样摩托车重机的，没有有、欸。嗨，安安，因为车停下来还要这样跳。感觉那是在哦，骷髅帮的，你还记得之前不是有骷髅帮吗？对啊，骷髅帮的车子，恶魔机车。好，我们找一下，往这边走吧。啊，不是游戏里面有买股票吗？有啊，我买股票，可是我买红鸡蛋股哎，我觉得很烂。我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赚钱。走，来路边停车。好孩子要遵守交通规则。你看，好，所以要戴安全帽。刚才忘记戴安全帽了，忘了。使用手机时要停在路边。对，在路边停車、哦，不能边低头族啊。边开边哎边什么边拿边骑就容易翻车啦。上半骑重机很煞气，哎、欸、有涨哦涨哦，怎么涨？赔了啦。全多路赔了啦。去帮他那个。这个有涨了，这个有涨。卖就好了。卖出赚，结果这个赚没多少钱，好像赚几十块而已。好，算了，先离开吧。OK， 很多我就先放着好了，反正鸡蛋股就是要这样子啊。都停车干嘛还跳车？因为帅啊，这样才有那个镜头。哎、欸，前面有摄影机，摄影机干嘛的？我就是超速的、啊，想象然后你就会罚单、啊。最好是罚单啊我！我不会看一下，这搞不好是那个吧？没有吧？右手边那张。电影院呐、啊！哦，电影院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吗？拿那个安全帽砸他！等一下，我怎么把安全帽拿起来？有！哦，好煞气哦！这丢地上，这么煞气！看屁！吃什么东西啊？东西掉到地上跑啊！他把那个食物丢到地上跑掉、啊，好笑！这怎么上去、啊？不知道怎么进去、啊，这里吗？踩垃圾桶。没有，它应该有大门吧？还是现在没开？深夜频道吗？对啊。好，能拍照了吗？还是没办法。哦，有啊。很抱歉，电影院已经关了。电影院的。
哎呀，还什么敢看色色的东西、哦？有吗？这种那种电影院吗？他这个不是 MTV 啊？留言可以跟我们同步吗？可以啊，可以啊，我有看到你们留言啊。骑车进去了，没开啦，电门就没开，你们那边啊，奇怪呢。好、哦，到，是那个地方吗？好像在上面。哎、欸，我是车子，是不是？对吧？哎、欸、呀，开走、哦，开走。我们先拦，会直接逆向了啦，还要不行啊，上去了。它是在上面，不在下面。我们先走一走，有没有很帅？有没有很帅？有啊，有啊。他名字在下面，上面呐、啊，上面要差多少？上面差一根香子。有没有？你有没有？下面。你有没有？你看看啊，厉害了吧？四步。没有，四步一没有啦。啊，转弯了，左转。差小路。哦呦，差小路最狠。哇吼！哎，为什么 ？Michael 死了。等一下，为什么他突然死掉？因为没戴安全帽啊。撞到电线杆。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没戴安全帽。记得骑机车要戴安全帽啊！为什么突然死掉啊？撞到那个没？可是这样不会直接死掉啊！酸啊，这是太夸张了吧？你时速八九十，你骑摩托车撞撞看。我不要，干嘛撞？骑在后面了、啊。好了，戴安全帽了。先停下来戴安全帽。可以直接戴啊！我要怎么戴、啊？要停下。没有了，我安全帽早就被我丢掉了啦。这台车已经没安全帽了啦。是吗？对啊，安全帽已经被我丢掉了。那你还是开台车好，不要。没有，没关系，没关系，我要尬车。我要拿用以肉身阻挡他，让他知道我惩治，好吧？张德先生停车，张董停车，我要澄清。走，我们要澄清一下，陈清真女士，刹车、啊我在看地图啦，你别被刹车的，他有吓一跳，撞到、哎、旁边啊，去哪里要翻了啦？你误会了，他怎么开到那边来啊？不是这个啦，我被骗了，不是他啦，跑走 HS 的 HS 那个还是4啦，你是骗人，搞屁搞，被撞，我这种上面没有炸弹，我就炸弹丢他们。我觉得你开公车好了啦，不要，开公车速度太慢，我是恶魔帮的、欸，恶魔帮，可以斧头吗？哦，你说看过来，好像不行嘛，因为我技能不够啊。这样，不行，你要卡过来，技能不足啊。而且这种车怎么卡过来？可以啊，嬉皮车啊。呜，车速开法。哇、哦！要撞！还有偷袭的模式，好帅啊！你不觉得那个视角很帅吗？还蛮酷的、啊，对。打，不要他。是拦下他，不是撞他。敲必敲哦。哎，谢谢、啊。哎、欸，警察抓我了啦！你的轮胎爆胎了？爆胎了吗？没有吧？没有啊，没爆胎啊。被警察抓了啦。那个是警察。好，不管了，反正车子已经弄到手了。逆向甩掉他，为什么那颗完全不反抗啊？逆向，不要啦！大家如果开到旁边去的话，会有人被警察抓。我们找桥，我们走一下就好。现在你看，你那个右上角还有颗星，马上一星。行，走边，驾驶技术上升。哦，完了！前面有警察，有没有看到吗？哎呦，差一点被小便便过去了。好，我们先把车开到那个阴暗的角落了。可是为什么变两颗星啊？因为有破坏光物，是不是？哎呦，完了，没地方躲啊！没地方躲。撞他、啊！ What the fuck out？ 王导，李宗子啊！慢怎么办？被警察逮到了啦！都要被看到了啦！去那个喷漆店啊，喷漆。而且这不能喷，这
这能喷什么？喷一个大冰淇淋去了吗？不可能啊，喷成冰淇淋车好了。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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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买冰淇淋吗？我可以请你出一锅大饼。哎呦，那就上来了。没有，不用怕，你很耐撞。我会怕，他们会包我，好不好？这个警察很聪明。前面左转，相信我。前左转，好。左转，转个屁呀、啊！动不了了，我卡住了。有有，还把别人撞飞。左转，太弱了。左转，还有就是防弹的嘛。被你们抓了。Run down！ 警察叫我停下来。我在哪里？我看到警察局，难怪被抓。你叫你转右了，你叫我转左了。好，我去别边，去别边。别挡啦，挡必挡哦。撞他 down！ 哇，不要走。OK， 好，行，好了，接下来是我表演的时候了。开箱型车甩警察。啊、完了，洗胡同，再开，不行啊，打左洗胡同啊，打左，没地方躲啦，我躲哪里？警察下来了啦 ，no， 我不就范。OK， 可以，这可以钻过去啊，我不就范，你们抓不到我的。走，他有跟上来吗？半面左。外面上高速公路跟他尬了，不要啦，高速公路会堵死啊！对吧？我们逃掉，逃好吗？我们找个小巷躲起来就好了。对。好，停车，这就是那个主角，就是那个主角家，开到这边来了。停车，应该这样应该不会被发现吧？他没发现。关灯，关车，关灯，开大灯，开大灯啊！关灯。OK 啦，安全了啦，没事啦，相信我啦。我们可以下来泡茶，好不好？这音乐好恐怖、哦！噔噔噔噔噔！哎，转进来！没有吧？没有吧？有吧？转进来？没有吧？你看 ，safe 好不好？你不要乱吓我啦！我又开出去又被发现，对不对？他刚才真的转进来了、啊，这边好像 CJ 家、哦，有点像 CJ 他家。这边是那个、啊、小富的家，富兰克林的家，就是另外一个主角，他有三个主角，嗯，那我们现在只遇到两个。一个主角家住这边，好，我们先去了，已经过关了。你看，不是因为我这个超级驾驶技术，信不信？还不是我导航，导航到我差点就死掉了。怎么半面左？哎，就是想叫左边，然后说不是走右边，哪有人这样子的，好不好？你还想说你叫左右边，明明就叫左边，请看 VCR 啊，请看 VCR， 有啦 ，VCR 很大，好不好？开多久了？刚开了，我们七点整开的啦，七点多开的。应该说，如果说以实际来计算的话，应该是几分啊？56分的时候开的，6:56。好啦，不管啦，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开进我们的仓库吧。这样子我们要的东西都有了，毒气，然后卡车，人员也 OK 了，就是差时间到。等时间到之后呢，就没问题了。往这边走吧。开错了，好烦哦、喔！这导航好烂哦、喔，谢谢，又撞下来了。那是警察，你不要撞人哦、喔。会了。那，这地方好眼熟啊、喔，你不觉得很眼熟啊？是左转弯呢？哪有左转弯啊？开走，开到警察局来。不是这边啦。不是这里吗？这里啦。前面开到底。全开到底了。全世界我有玩过游戏嘛？要等到下周吧。我记得好像是等到10月1号的时候，他会开那个 GTA Online， 就是他五代里面就可以开 GTA Online 模式，你可以跟你朋友连线，然后一起解任务，一起抢劫这样子。今天高跟鞋吗？不会，今天我不去高跟鞋，好不好？我再也不会去高跟鞋了。每次去那种地方干嘛啦？没到，到，哎呦 ！Hey Les。I got the good night gas. Good night gas. That's everything we need. I'll put up word that the score is ready to go. Yahoo! Okay, 好啦，那我们现在那个东西都准备好了，先存档嘛。好，先存。Yahoo! 它下面的黄色那个是黄色？黄色是耐力条吧？是啊，我讲的耐力值。
有没有打赢史莱姆王？没有打赢呢，没打赢呢，奇怪，珠光宝气 ，Sam 呢？什么时候变白天 ？PC 版出了吗？出的话我会啊 ，OK 啊。好了，开始了。原来那个人是接应的。Simple, elegant. Listen to Lester.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on he gives you, and we'll all make a buck. Things go bad, you know the drill.This wasn't organized.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We got caught up in a robbery and acted in self-defense. 如果行动是为了自卫 ，Because everything's gonna go just fine. The alarm system is easy now. 对啊，跑通关桥。You need to be running things. I could have it offline myself. No problem. But you should be able to get us a pretty decent window. How decent? 女骇客，这是女骇客。是啊。然后盖那个人是那个怪头梯。Things look good. We should be able to. 没有怪头梯啊，他是那个主角小夫。Everybody goes to sleep. No problem. 会啊 ，PC 出会是光荣来吗？会啊，会啊。We move quickly and PC 出我就可以玩了。No. Let's go. 好专业的感觉哦。Payday 团。Frank, you're with me. Paige, you're in the truck with the bikes. 我要剧透一下。Norman Kareem.就他抢劫抢私房，就他在练出松公司的老板。最好是啊，还不要乱锯套，这锯什么套？我们要上哪哪台车啊？上这一台、啊。为什么这台啊 ？See you on Little Portola, people.、他们前面人开一台，然后我们开一台。哦，好啦。No discussion. 亚班尼初代轿车。Waiting on you, kid. 前往珠宝店。OK 啦，开工啦，上伙伴啊，伙伴开工啦，上工时间到啦。All right, you got it down. 优雅的驾驶 Because you use too much gas on these guys, you'll kill them. Well, shit, don't blame me the way these canisters is mixed. Just be careful. Yeah, okay. Be careful. Listen, I stuck my neck out for you here. Man, you don't need to tell me that shit again. I got faith in you, F, but you're unproven. Unproven. For real.So I didn't prove myself when I jumped off the back of that yacht on the highway, huh? Yeah, but these guys don't know you. They see some gangbanger with a happy trigger finger. They got money and their freedom on the line. I ain't gonna fuck this up, man. Good. I got enough shit to worry about. 好啦，那我们就准备上工了。If you notice about being back at work, 紧张啊，现在Not so much being 被看透了。But the people I'm back at work with. 老外被看，老外被看透了。This crew? Are they? Yeah, pretty low rent. I shelled out for a good hacker, so we should have some time inside the store. But the guy I'm in there with ain't dependable, and the guy in charge of the getaway, he ain't either. 使用越常使用队员，他们技能会上升吗？他们分红不会改变？哦，这样子啊，那我们就用烂脸就好啦，我们就用超烂的人啊，超烂队员这样子。那不知道队员会不会被逮捕了？搞不好有些队员被逮捕。好了，我们等不及了啦，走了。珠宝店啊，珠宝店。主角不是有，主角不是色盲吗？所以他所有都是绿灯。没有啦，哪有这种事情？好不好？是因为他，因为他是主角，所以说所有的灯都变绿灯。对，上一代是侏儒，就对。上一代是侏儒，这一代就是色盲。上一代是那个战斗民族恶国人。OK， 我们来先去，我们先到珠宝店了。然后我们现在伪装成除虫公司进去里面放那个催眠瓦斯。There's a way through the site up to the roof. Man, we went over it. 你过，你先过啊。I'm cool. 然后都要比中指。对，到。All right, when the gas is in the ventilation system, give us the word. For sure, man. 为什么换富兰克林？ I got it. 好了，先前往屋顶，我们的怪头梯。有没有觉得很可爱？还穿红色的衣服，他很像那个什么呀？有部电影啊，他不是哪一个电影？哪一部电影？怪头梯吗？飞龙特工队？对啊，对啊，天龙特工队啦。那个黑人壮的。后面吧。OK， 那我们先进去放那个催眠瓦斯。交给我。几次关台？刚开台就要叫我要关台，10点多吧，10点半吧，10点半左右。This is Sparta， 不是斯巴达啦，我觉得很像《天龙特工队》里面那个。Hey, shoot!
哦呦，我进来了。哎，咻！上面没有人吗？看一下，会被发现吗？太大会吧？没有啊，因为我是除虫公司的人啊，他也被发现会怎样吧？我是说我是来除虫的啊，不然呢？我是来除你下面那个虫的啊。我说跳蚤，跳蚤。不然你会什么虫？虫？什么虫？你干嘛？要不干嘛？快笑一下！什么虫啊？你讲啊！杜鱼啊！杜鱼生怪川是不是？杜鱼有啊，他们有，他们有准备杜鱼，你知道吗？没有啊。杜鱼下面处理下面那个杜鱼啊，有人说懒虫，你别乱打，你打出来我都把你喷掉，我跟你讲。可以过去吧？这组长应该不会那个吧？玩那个什么高空弹跳？好，不上来了。这个吗？好像这边啊，对。Okay.我看看看啊，那个洞。按住 L1， 选择毒气。哦呦，毒气弹，还有汽油桶。OK， 按住 L2， 瞄准目标吗？丢进通风管。哪有？也太远了吧！他说按住 L2， 然后按住 R2 可以丢。这样了，这样丢进去吗？要爆爆爆！拿去。太远太远，丢近一点，丢近一点，丢近一点吗？太大力了 ，Not quite， 他是没有那个线出来，谁知道掉哪去了 ？Shit， too far， too far， 你后退一点，后退，要不然你下 ，Hold on， 你下面就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后退一点，按了就直接丢，不要急气，有吗？ Too much on that one. 我没半颗，太弱啦。毒气弹烂爆！哎呀，哎呀，哎呀！血 on fire， 血 too strong。好不好？他是一个车手，他可不是一个投手，好不好？车手投手不一样，你还丢？我来，我来。Excuse me。啊，是，你试看，试看。按叉是跑步，按叉跑步。L2 L1 是瞄准 ，L1 是瞄准。然后 R2 是 R2 是发射。你丢，交给我。哎、欸，你丢，我看你怎么丢。要走哪里？走这边后面。你拿着 Two Force 啊。我老皮好弱，你们才弱啊！自己丢看，很难丢哎、欸。你们很简单吗？你就我才不相信你可以丢进去。你叉一直按一张一张，它跟那个小猎手那个圣诞地列是一样的。哦，对，就是要一直按一张，然后它才会加那个耐力值。好，试试看、啊。侠盗五吃什么比较重啊？吃什么比较重？吃毛吧。吃到毛了。他是爬楼梯不用按，不用按那个动作。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他已经改过了。Okay. 你这不能直接丢进去吗？让它掉上去，然后掉下来啊。How you doing up there? 啊，对。来啊，丢啊丢啊！告诉你专业。看你怎么丢。看你怎么丢。先按什么？按住 L1， 瞄准。没按住那选武器。按哪一个 ？L1 选武器。L1。选毒气弹。跟这个选。好，选。好、这个、OK， 对。按住 L2 瞄准。你又不会啊？站都站不稳。L2 瞄准。哎、欸，按 L2 瞄准。然后嘞？然后按 R2 丢，你掉下去！等一下，等一下，掉下来了！你还敢笑我？你还敢笑我？哎、欸，被发现了！快点啊！你这个，啊、你这个叫怪、啊、怪头踢，快点吧 ！L2 瞄准嘛，对不对 ？L2 瞄准，上去丢啦，那丢不到啦！妈呀！你更烂，我来算一算，我自己丢，我自己丢，丢进去，那没成功啦，我自己丢好了啦，这边啊，这边啊，这边可以被发现了啦，神经病哎，你看这丢丢什么东西，欧贝莱利，那还有他有准心啊，准心可以瞄了，有准心啊，搞屁哦，你那边乱丢，你在那边乱呢，你看是不是，进去了好不好，三爆了，乱搞。我第一次玩嘛。Oh, I love her a lot. I wasn't thinking it was. Think about it like this. I mean, I always say that. I told them to fix that goddamn AC.
Ooh. What's going on? 腿软，昨天太多了。Let's go，Let's go， 时间有限。走，快，直接敲了。那最值钱的贵什么？Following your lead。贵还是拿整盘？拿整盘的，整盘的啦。快点啦。Payday 2没玩过，拿整盘的。拿整盘的。有啦，没有啦。快点。再敲了啦，一分半而已啦。后面。这里。那个人提款卡。你帮我，你报计时，帮我计时。快点报计时啊！跑了，没有，还一分钟就要跑，浪费。我才拿几个东西而已。等一下，整盘的，快点啦！拿整盘的啦！快点出啦！警察来了！丢包包啊！包包嘞！包太重了。剩一个，这边。你干嘛？在干嘛？要撤！走了啦！还有几秒？快了！40秒，够了！最后一个，交给。耶呼！有没有？是不是？走，快走！ Last time, move it. Get the fuck out my face. Oh. You forget 1,000 things every day, pal. Make sure this is one of them. 他又要忘记这件事情了。Go. 走，警报器响了啦。Go. Yeah. If there's a turn coming up, you gotta tell us. 往哪边走啊？分散走是不是？分散走、啊，没有，要一起走。警察来，要把整台放到警察台上。四颗星呢？四颗星，警察不就有那个什么特种部队了吗？哦，前面，走啊！跟他走。要翻车啦！放生他，好弱哎、欸！啊，我们钱就没啦！哦，真的是。他这样应该被抓了吧？对吧？少100万。哪边啦？这里啦。随便啦。先停一下吧。停，这不是一样吗 ？Regroup。OK。有剧情啊！有剧情是不是？走啦 ！Stay together。没走啊！真的是不中用哎、欸、！Man, you kidding me? Let Michael find you. Shit. 他在哪里？他到了没？ Let's try this way. 哪边？ You better be right. 我们都一样。走，If I knew about the mod, I might have chose a different bike. 哎呦！超滑的啦！车子超滑的。他说特殊能力，哇！呼，龙虾，龙虾特殊能力，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要选贵一点的，选的便宜货那是雷人，对对雷人货啊，还有喷钱呢、欸，他身上不是有带钱吗？我觉得你刚才如果骑慢一点的话可以接他，不行啊，东西啊又怎样啊？哦，这不跟那种不 professional， 你是 professional 的啦，professional 一点好吗，先生？我都很 professional 了 ，unbelievable， 刚！这地下水道应该是没问题啊，警察没追进来是吗？NG 场欢乐 ，NG 欢乐场就对了，没有，我打 rank 啦，我缺钱呢、欸，谁跟他们 NG？我、哦、是超滑的啦，这是很难骑，因为它这边是泥巴路啊，对啊，你这是高速胎、啊，他选那种高速胎啊，平头光头胎啊，超滑的，滑多了，就是一直平滑这样子，一直滑的，你慢看 ，Unbelievable， shit， 哎、欸，怎么换人了 ？Hang in there, boys, I got this covered。我可以切换就对了，哎 ，cover， 你要消灭。Hang in there, boys。好酷哦！这一代竟然可以这样。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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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Another cop car, keep going. 开始。前面还有吗？还有。撞飞他。先绑在旁边再撞。
兄弟们别怕，兄弟们别怕，前面那个爆胎，中了中了中了，别怕 ，Not around, not around。哇哦！快到，快到，快到了！超弱的。Ah shit! I should have paid for a better gunman. What happened to his part of the score? His mates crashed outright. 他应该要烧回去拿，没有吧？有，应该要回去拿。就掉了，这样就掉一包钱。Let's do this. 真是超弱的，我应该找那种四个专业，这样搞不好钱还很多。可以把钱捡回来吗？真的假的？可以捡哦。Lester's waiting for us at the lock. 可以吗？不要骗我哦，然后我回去捡，拿被打、欸。对啊，剧情吧。再重破一次哦，应该不行了吧？应该就是跟你选的队员有关系啦。他路人啊，他没有 Skype， 他没有 Skype 啊，好不好？他那个耳机太烂了。他路人啊。OK。哟吼！耶！满载而归，我的身上都是珠宝。Yeah, I thought you were gonna be stuck under a cop car. Yeah, there gotta be more dudes waiting around that way. We did not just get away with that shit, did we? You know what? I think we did. We did. 撞个人，撞一个人庆祝一下。All right. 谢谢你啊，感谢你支持。有人说枪口神最贵的、哦，最贵的话会这样子吗 ？We need to split up.They're gonna be looking for a crew. I'll wire your cuts when the rocks have been sold. 分红会大家。Shit, crazy dog. So what now? We get out of here. Keep our heads down. Hey, you did good, kid. What'd I tell you, Lester? Huh? 还有另外一个人呢。All right, look, everybody, take off. 他可能就被抓啊！他摔车啦，把他保出啦，搞不好他有什么特殊能力？没有，其他是活力。All right, all right. Okay. 我会让你下家。OK 啊。啊？嗯哼。Oh, man. We're back in action. 哎呦，重操旧业了。My business， 哎呀 ，business， 可以分我一点吗？不行，我要自己全部拿。我要拿去赌嘛。他现在可以赌博吗？他是不是之前应该可以玩那个777吧？我记得之前三 D 列是有那个，就是所谓的机车竞技场，是吗？有啊。然后可以那边赌，是？但是自己要下去，自己下去骑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哟，有啊，他掉了金钱啊，掉多少钱？掉了一百多。没有吧？个十百千万十万吧？啊，对啊，掉150万美金，然后欠250万。那个是因为我把房子弄坏了。啊，所以你还总共多少？我还欠很多，欠超多的。然后所以说我现在赚啊，有赚多少钱？个十百千万十万，赚20万呢、欸？富兰克林赚6.68万，还好哎、欸，68万，68美金蛮多的。哎呦，色色！哎呀，庆祝一下就对了。Don't you get it? That ain't what I was looking for. Not then, not now. 每一代的那个舞娘衣服都不一样，不一样。这代舞娘有不同个性。Are you in a strip club? Grow up, stop looking for the easy way. Tanisha, I gotta go. All right? I'm gonna change. I promise. You won't even recognize me. 你说如果减的话，多25万哦。可是没办法、啊，太危险了。会过来吗？他现在好像还要洗钱啊，他那个钱还要洗钱。我看一下这样。打电话给他了，你接。他忙着庆祝，电子邮件。心灵剑到货吗？改车厂有心灵剑了。